这崔志怎么把警察给招来了？我是和他们发生过冲突，但是苏丽说那姓崔的摸他的腰。之后你们又发生冲突了是吗？是。你把当时的过程都说一遍。你们走的时候你的的确确没有看到崔志拿走钱包吗？没有，千真万确。你刚才说那钱包就放在崔志面前的茶几上，那么明显的一个钱包你们走的时候为什么还看不见呢？你和刘淑全是什么关系？问你话呢。我和他正谈朋友呢。你钱包里到底多少钱啊？3000多吧。到底多少？3000零几十，我也记不清楚，肯定3000多。你刚才说刘淑全缺钱用。嗯。你把情况详细的说一遍。他正攒钱想给他弟弟买个电脑。你看到崔志钱包了吗？我看到他把钱包拿出来的，然后他把钱包放在他面前的小茶几上了。你看到崔志他们走的时候把钱包拿走了吗？没有，我们先走的。刘淑全从8号棋牌室打扫完卫生后就没有人进去过吗？好像没有。你确定？确定。国家明令禁止赌博，你们知道吗？你们打多大的牌？很小。到底多大？1/2/40吧。你们几个跟我上局里走一趟。都处理完了。嗯。上楼了？先走了。多大点事儿还弄得进趟局子？这下可好，你赢的那点赌资啊都没收了还不算，我们哥几个一人还被罚了2000块钱，这叫什么事儿啊？你那钱我出，你给我闭嘴。走吧。等你电话啊。刘院，刘院，今天这事情恐怕完不了。事情弄到这种地步，恐怕谁都不好收拾了。小子，我算你狠，不过我告诉你，你的好日子恐怕也到头了。你看你报警吧，谁让你报警了？刘旭，我好了好了，你什么都不要说了，你们俩回去收拾一下啊，从明天起不用来上班了。再有，刚才警察说的话都听清楚了吧？钱包一案，哼，这现在也成了一个案子了。在钱包一案没有了结之前，你们不能离开这里。刘姐，
刘淑全，你能？你能啊？苏丽，我的确没拿那个钱包，他们也太仗势欺人了。对，我刘淑全是从农村来的，什么都不是，但是我也是个堂堂正正的男子汉，我也有我的尊严。尊严？尊严当什么用啊？现在怎么办？你把大家都害惨了，你把刘姐都连累进来了，你知道吗？刘姐不也想报警吗？刘姐那是想吓唬吓唬他们，那些地痞流氓不就怕警察吗？对不起，我当时不也懵了吗？苏丽，苏丽，你到底拿了人家钱包没有？你说什么呢？你到底拿没拿人家钱包？苏丽，别人不相信我可以，你也不相信我。可是那间包房除了你就没有别人去过，你说还能是谁拿的？是，包房是我去的，但是钱包就是我拿的吗？刘淑全，你太自私了。你连我你都不讲实话吗？我知道你要给你弟弟买电脑，可你也不能因为这你就不择手段呢。不择手段？你再说一遍。你就是不择手段。您要点什么呀？来点包子吗？要。三儿，你放心吧，哥挺好的，啊，你一定好好读书啊。什么？电脑啊？再过几天。你放心，这电脑啊，哥一定给你买。
刘姐。三儿，是你啊！来，快进来。来，三儿，快进来坐。刘姐，啊，你怎么了？哦，没事儿，让一破摩托车给撞了一下。坐，三儿。刘姐，对不起，连累你了。什么对得起对不起的？本身我也不想干了，工资太低了。我现在那地儿啊也不错。来，喝水，三儿。你是为了苏丽的事儿来的吧？我这么多天都没见着她，也找不到她。刘姐，你见过她吗？我真的很担心她。苏丽现在跟我在一块儿呢，我看她也没地儿去，就把他们一块带过来了。李广也过来了。三儿，不是我说你，苏丽是个本分姑娘。你说她一个人在外边孤苦伶仃、无依无靠的，容易吗？你真的不应该那样对待她。是，我知道了。刘姐，你也告诉她我在找她。嗯。哦，对了，公安那边有消息吗？那你怎么生活呀？我挺好的，给一个公司发小广告，那面身份证也没给我，所以找工作也特别不容易。卢姐，你那台电脑你还要吗？刘姐，你放心，这些钱都是干净的，都是我自己挣的，是我从银行刚换出来的，一共是750块，你数数。我现在就这些钱了，还差250块钱，过段时间我再给你。我弟弟那面急着用电脑。就这样吧，我跟我朋友说一声。反正他那闲着也是闲着，不用不用，剩下的钱我肯定给你。就这么着了，明天你就过来取吧，啊。行，我知道了。那刘姐，我先走了。嗯，哎，三儿，我得提醒你一句，崔志他们这帮人啊，什么事儿都能干得出来，你自己一个人在外边要多加小心呢。行，我知道了，谢谢刘姐。你还好吧？还行。是不是，如果我不来找你的话，你就打算跟我分手？对不起，我不应该打你。我保证，今后再也不打你了。其实我从来都没有打过人，那天是……你别说了。我知道你是为了你弟弟，其实我一点都不反对你照顾你弟弟。你看你每月发了工资都寄给他，我从来什么都没有说过。可你也得看看咱们的情况啊，咱们要是有钱，别说给他买一台二手的电脑，就是买一台新的也一点关系都没有。可情况不是这样。
而且你也不能整天不吃不喝，连觉都不睡，那么拼命的工作，你说我看着能不心疼吗？你弟弟也不懂事儿，明知道你没钱还跟你要这要那的，我主要是生他的气。他们说你拿别人钱包，我也不相信。我那么说你，都是因为那天的事儿急的。怪我没本事，让你为我担惊受怕了。三儿，咱们在城里打工，惹不起事儿，能躲就躲。你看刘姐不也得辞了职，再另找工作？李广也在这儿，他不想在那儿干了，刘姐就把他带过来，大家在一起也有个照应。李广人挺好的，他挺能干的，人也挺机灵。他也挺喜欢你。我知道，前两天他还跟我表示过。那你怎么说？不可能的，我早就跟他说过了。三儿，什么意思呀？吃醋啦？没有。刘姐跟我说，你把电脑的钱给他了。还差250块钱，没关系，等这个月我发了工资，就把剩下的钱给他。你也别发小广告了，再找份工作吧。要不我跟刘姐说说，让你也到这儿来。苏丽，你真好。电脑啊，奔四的，配置不错。我哥们儿是传电脑的，他说虽然是二手货，但是以这样的配置，要是在市场上，最起码需要2000多块钱呢。谢谢刘姐。不客气，来吃水果。你弟弟有你这样一个哥哥，还真是他的福气。哎，哪天把他叫来，我给他上一课，好好教育教育他。我弟弟人很好，成绩也不错。而且还是班长呢，我弟弟从小就很聪明，他是我们这几个弟兄当中最聪明的一个。是吗？哎，那他生活怎么办呢？我听说现在上大学的学费挺贵的。我给他寄钱，又申请特困补助，生活没问题。刘姐，你是哪人啊？我，东北的，我是前年到这儿来的。那，你是一个人来的吗？小三儿，没关系。其实我也是从农村出来的，不过我比你们好点儿。城市扩建之后呢，我们那儿就农转非了。我老公跟我一个村儿的，他后来考上大学了，我们俩可以说是青梅竹马。他大学一毕业呢，我们就结婚了。刚开始，他对我非常好，可是到后来，慢慢的就不好了，因为我不能生孩子。他在外边有一个相好的。我们是前年协议离婚的，后来有一天，他带他相好的出去玩，没想到出车祸死了，两个都死了。
现场我去了，死得很惨。我把我老公葬了之后，我就一个人出来了。先是到了北京，后来我就跟一个做生意的朋友到这儿来了。他是有家室的人，我做他情人。这房子也是他的，就这样。好了，不说这些伤心的事儿了。现在啊，我们可同是天涯沦落人了。以后你们有什么需要帮忙的，就尽管来找我，啊。哎，谢谢刘姐。苏丽，跟我和面去，咱们今晚上包饺子吃。太好了，我最喜欢吃饺子了。走。你喜欢吃什么馅儿的？猪肉韭菜的还是猪肉白菜的？猪肉韭菜。这个，这小子醒了，小子。当时我怎么说的？嗯，这么小小的年纪，你的忘性就这么大，这不好，不好。年轻人在社会上混生活，记性一定要好，这样才不会办错事，走错路。顺子。跟他学学。那天我怎么说的？小子，算你狠。但我告诉你，你们的好日子恐怕也要到头了。这是崔哥那天从公安局出来时说的话，一字不差。这几天我忙，没抽出空来收拾你。你是不是以为没事了？看你活的还挺滋润。我这人有个毛病，记仇。谁要是给我添堵，我一定收拾他。刘二看见了吧？腿瘸了不是？他怎么跟你说的？出门摔跟头，让车撞了。都不是，是我让兄弟们给打的。拉出去！刘姐，苏丽。这个时候了，你还想我？李军，让他看看。
行行，悠着点。我是看在田林的份上，才饶了你。你别给脸不要脸。崔哥，让我把他给废了。哎，田林为这娘们儿已经给我拿了40000，算了。崔哥，这小子怎么办？崔志，你放过他们，我让田林再给你拿20000。好，你这句话我可以考虑，但是有一件事情，我必须得整明白，就是这钱包，他到底拿没拿？如果他要承认是拿了，我可以放他一条生路，我可以给他销案，也可以要回他的身份证。刘儿，你那20000块钱，我也不要，甚至我还可以给那丫头赔偿一些损失。如果她一口咬定没拿这个钱包，你给我听好，我不会让她死，但是我也不会让她好好走出这个房间。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？崔志，都已经到了这个份上了，我有必要骗你吗？小三儿他的确没拿你的钱包，如果你需要赔偿，我来赔你。刘儿，11、22，既然你这么讲，那我也就实话实说。钱包的的确确是丢了，而且就丢在你们娱乐城里，但是有一件事我是说的假话，那就是钱包里只有300块钱，而不是3000块钱。我说的都是实话，如果有半句假话，把刀给我。如果有半句假话，我可以把我的手指都剁下。三儿，我问你，你到底拿没拿那钱包？我问你，你到底拿没拿那钱包？
崔哥，你走吧。这小三儿也真是的，凭什么做哥的就要为弟弟付出呢？李广，嗯，你前两天是不是问我，苏丽为什么会喜欢小三儿而不喜欢你？想明白了吗？问你们，谁打扫的这个房间？小三，我。崔哥的钱包落麻将室了。我没见过钱包。崔哥，你当时钱包放哪儿了？就放在这茶几上。钱包就放在这儿。如果是他们拿的，我们会看不见？娟儿，孙子，我跟崔哥在娱乐城呢。对对对，对。崔哥叫你带几个兄弟过来。啊？别问了，赶紧过来啊！哎，好嘞。喂，崔哥吗？我知道刘淑全的下落，就那个拿你钱包的刘淑全，小三儿。